那就是这栋楼，这栋楼确诊的很奇怪，它一般呢都是403、703、903、1203、1303。我现在上去把他家里面做消毒，我来看一下他马桶旁边的那个干区地漏有没有问题。今天去的是1203室，他家呢是我进去之后啊，他有两个卫生间，我没有先消毒，我先做了一个测试。测试什么呢？测试他家马桶旁边的那个地漏，叫做干区地漏，这个存水弯里面到底有没有水。我就拿了一个餐巾纸，两张餐巾纸，然后拿了一个通下水道那个钢丝，然后呢我把它餐巾纸绑在这个钢丝这头捅下去，然后再拔出来，没有水，这个地漏里面是没有水的。存水弯里面没有水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这个污水管道的气体，有害气体就可以通过这个地漏排出来，然后呢我们人吸入。这次疫情我觉得下水道的气溶胶这种传播方式大家应该得到重视，很多人在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阳了。我今天去这家1203就是没有点过外卖，不知道怎么就阳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下水道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。